小芳，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到家只有3000公里的中翼三拓展房车啊。这一台车非常非常的新，6.5吨的底盘，然后还有前保险杠以及上方探照大灯。整体外观上方有遮阳棚，户外这边呢是一个抽拉的燃气灶，高原版的，而且它你看非常非常的新。后方这边呢是一个贯通式的储物仓，连储物仓也都非常干净。门口有一个美的的滚筒洗衣机啊。前方驾驶室匹配是 Iveco 顺底盘 3.0T 产业发动机，柴 F81T 的一个自动变速箱，主副驾驶带安全气囊座椅啊。这边上方是一个双人额头床，它是可以里外推的，这样的话过去就非常方便。合载6个人，前二后四的布局。这个沙发的颜色我特别喜欢，非常耐脏啊，而且非常有形状。整个外推，整个这个窗户都可以外推，上方有3个吊柜，还有这边是一个家用变频空调，格纳式的微波炉，四路监控，然后洗手池，下方组合橱柜，独立的卫生间里面是带拓展的，你看马桶的膜都没有撕掉哈。外推窗户，带背景灯光的化妆镜，花洒。后方呢，后横床，双人床啊，1.3×2.2米尺寸，三面环窗，顶部上方还带一个天窗。这边呢是一个英德尔的152升的一个冰箱，也是非常非常新，车主都没有用过，你看里面的东西都在里面。原车主呢花了73万买的这一台车，现在就是开了2000多公里就不要了，到家才有3000公里，就跟买新车一样，立省10多个 W 啊！如果大家喜欢这台车，欢迎在我们平台下方留言，拜拜。